了解手机真实下不做商家代言者。大家好，我是婉婉，一个在华强北开公司做二十的00后女孩。想了解二手行情的，那都关注我吧。今天第一天上班，马不停蹄赶到市场，看到最新市场价格。过年期间问的人太多了，没办法，过年商都是休息的。苹果13全系列有所依旧保持抄底价格，估计很多档口都准备回款到新货了。13128黑2850，叉 F 版黑2950，13512G 黑3700，蓝红3650。刚过完年，货不多，也不是特别齐全。13 Pro 价格看一下，13 Pro 512G 黑4750未激活的，13 PM 256G 黑4950激活，同样可选择不多，毕竟上代机型了，全新卖一台少一台的，着急入手的建议马上入手。像是苹果12还未停产的，全新未激活的2000 H4 处理器6.英寸的 OLED 的屏幕，你们觉得值不值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华强北最新的行情，希望可以加个收藏，点个关注，不迷路哦。